Hello， 我是莹莹。半年前我做过一个这样的视频，就是将十节电池围成一个圈，中间放上硬币，会自动转起来。结果就是害我买了十节电池，用了半年了，现在还剩下五节呢。但是前几天我又刷到个这样的视频，将十节电池放到一个一次性杯子里，然后用锡纸给它裹起来，会形成一个磁悬浮。结果就发生了这么神奇的一幕。哇！这是又要骗我买电池吗？哎，我这该死的好奇心。所以我准备了电池，只有五节。上次上来还有五节。一次性杯子、锡纸、一枚来自2010年的硬币。2010，我在干嘛？啊，我才10岁，还在读小学5年级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开始。接下来就按照视频里那样，把电池正极朝上放到杯子里。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，它就立不起来，东倒西歪的。接下来用锡纸给它裹起来。好，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，立起来。怎么回事？来自电池了。牛吧？看人家那个欧阳卢吧。我也看他那一次性杯子装的可满哈。2 hours later， 十节5号电池，这次再不成功，以后南孚电池就列入我的黑名单了。好了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看看看，刚好，哎，刚好一盒，三难。哇，这次就装满了，而且它也不掉啊！这一次有望成功。一直裹着。哇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瞪大你们爽了。呀，可以可以，哇，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邓宝你们爽了、啊、哇，原来我的感觉到他磁悬浮了，看好了哈，为啥要骗我，欺负我读书少吧？我以后再也不做跟电池有关的实验了。又落了20节电池，很好，非常好 ，very good。